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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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啊！已经开始在拍了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我先把这一台收起来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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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镜头没有看到了哈。各位小精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啊，我就是你们那个最有钱的蜘蛛人哦。那有一个黑帮老大，他约我去他的豪宅里面坐坐，毕竟我是这么有钱的人哈、哦。我刚才是坐劳斯莱斯过来的啦，然后他说他们的豪宅就在前面这个地方，非常的夸张，他们的豪宅里面竟然。还有游艇，你们看看，实在是太夸张了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去逛一下这一个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啊？发生什么事？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去逛一下他这一个豪宅了。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喜欢就帮我按到6666个喜欢，因为6666。还没订阅我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收到最新的东西。觉得阿金不错的人呢，也可以加入什么？加入 YouTube 会员啊，这样我就会把你的名字秀在影片的最后面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，走了走了。刚才讲这么快，好喘好喘，让我休息一下。这个警卫，帮我开门，我有 VIP 的、啊。算算算算，他可能不认识我，我蜘蛛人这么有名，他也不认识我。你看看，这台就是我刚才开过来的这个。有没有？这是劳斯莱斯吧？哦，这我的车啊，这一台啊，这一台 OK 的啦，就是停在这边就好了。然后我们直接走这边进去啊。哇嘞，它这个山中这边什么时候多了一片湖泊啊？湖泊上面盖了一个豪宅，这一定要得下去。而且那边还挖空一个，那边还挖空一个，有没有？那底下是还有东西的、欸，水里面是有房子的哎、欸。他们是坐在这个水面里面啊，因为毕竟这个黑帮老大他可能比较怕那种同行来侵袭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样是易守难攻的一个地形，而且都躲在这个水底下，所以外面你想要狙击进去，有没有？他们的房子是在这里面，都狙不进去的啊。然后他这边也停太多超跑了吧？一个总统级房车。老爷车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兰博基尼，不是一堆豪车啊，对不对？看一下他们这边美妙的风景，他这边还有船可以开，哎，自己的小湖泊啊，这个船是要开去哪里啊？又没有河流可以出去，我记得是没有河流可以出去啊，不然等一下再出去好了。我们先，哎，那边跳着一个一跟二是什么意思？一跟二，然后我走走走走去那边看一下。什么一跟二啊？零跟二啊？那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是在水里，你看那个水面，这上面是水面哎、欸。哇嘞，零跟二，零哦，楼层的意思啊，楼层零，然后一就是地下一层的意思啊。那二的话就是去地下二层吗？看一下，包围，哦吼吼。哦吼吼！水底的车库还有一堆超跑啊！好，我们先从地下一层开始逛起好了。哎、欸，走错走错走错！地下一层，他们这地下一层里面的人也太多了吧？然后后面那边是在干嘛？那边有个楼梯可以上去哎、欸。然后我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啊，地上那一捆一捆的，哦哦，都是钞票。我很有钱的啦，我没有在看看这一点钞票的啦，偷捡个两张。哦，我很有钱的啦，没有在看不上这些东西。哦，哦哟，这边还有一个楼层，哇嘞，哇嘞，怎么会有这个？哇，这边有一堆钱啊！我是在看看钱啊，不是在看那个这个小朋友不一样。我们走别的地方。虽然他有穿衣服啊，所以上面是一个房间，我以为上面可以直接出去哎、欸。这边看起来蛮像可以直接出去的门啊，这个，但是它是一个金库大门哎、欸。好，走了走了。然后，哇，这边地上有一堆钱，拿个两捆。哦，就说我有钱人没有在看那一点小钱的、啊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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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怎样？
哎呦，哎呦，这边怎样腾空哦？哇嘞！这边的地板怎么不见了啦？这边是不是少一块地板啊？哇嘞！哎、欸，上面还有这个龙舟哎、欸，你这看起来也太妙！哇塞，它这个楼层还有到我们这边 B1、B2、B3， 还有 B3，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沉船呢、欸？为什么会有一个沉船？我等一下，等一下再去看一下好啊。这地方超大的、啊，跟我家差不多啊，对不对？我家那个只是玻璃稍微有时候会破掉，就只有这个缺点而已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这边还可以楼上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些人是不是掉到水里啊？哦，这边是一个浴室哎、欸，他的浴室这么露天，下面一堆人看着你在这边洗澡，这样是对的吗？好，我们去别层看一下啊。来，我们到了这个停车场这一层，然后这，哎，这是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上坡嘛？哎，这可以出去吗？看一下这个车库门会不会开？我是 VIP， 它应该是可以打开来的啊。哦，是不是？这边可以直接出去啊？它直接进水底耶，好屌哦！我就是刚才这个他不让我进来的地方哦，我现在还不是进来了。这个车库是可以直接进这个 B2 的。然后他们这些超跑我也有啊，我有一台柯尼赛克啊，哎，这不算什么啊，我光一台柯尼赛克就屌打他们了，好不好？我、哦、这台有帅哦。然后我们要怎么去下面那边？直接这样跨过去不是正确的走法吧？哦，这边有楼梯，这边有楼梯，刚才没看到。等一下，这边有这个飞机坪，请问是要怎么飞出去？哇，等一下。这边可以飞出去，但是这边不是在水底吗？哇嘞，哇塞，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天井啊，直接让这个九头蛇垂直升降哦。他连这个都讲得太周到了吧？飞机，然后直接从这边飞出去。哦吼，哦，这边一堆军火弹药库是怎样？超多的哎、欸。哎，这边有个箭头，可以去哪里？哇嘞，这可以直接被传上来哎、欸，这是哪里啊？哦、oh, ，我们直接被传上来这边了。好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。哦哦哦，这个铁卷门可以直接传到那边去，所以这些车就可以从那边出去啊。哎、欸，他都把这些出口想到、欸，哎，对不对？没有乱做啊。哎、欸，这豪宅真的太屌了，在水里耶、欸。然后我要从这边看一下，为什么水面那么高，然后到这边却没有水，是不是怪怪的、啊？呜呜呜。屌哦，有钱人的房子啊，就是哦，它这边是一个瀑布啦，所以这一块是没有在水里面的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屌哎、欸。然后我们来开一架飞机出去玩玩看好了，开出去再把它停回来，看一下这个跑道设计有没有不良啊，来来来，来喽，走了，哇塞，这个天花板你不会设计的太矮啊，走了。走了，哎、欸，这是真的可以开的，哇嘞，可以吗？速度不足，完了完了，拉起来拉起来拉起来，呼呼，我在飞哦，呼呼，哇，好屌哦！往后看刚才那个地方，哇嘞，等一下，我有点不会走回家的路了，好，可以的，以我的。开飞机的实力应该是飞了回去吧？哇，一个360度大回旋。然后，哎，我家在哪里？完了，我不知道我家在哪里啊！我是从哪里飞出来的、啊？没有这个地形啊！哦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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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拜托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拜托！呜呼呼呼！漂亮啊！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技术啊，超难的，
超小停机坪，哇，帅气！那我们来开一下这个九头蛇，他直接这边设计一个，这个超屌的。来喽，起飞喽！但是旁边有树啊，树挡到视线啊，垂直升降，哇吼吼，超屌！我直接从水底冒出来啊！欸，这真的很屌欸，吼吼！我们可以，哇塞！欸，这边还有一台直升机欸。欸，那刚才这个直升机是要怎么去啊？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屌成这样子。然后从上面看是这种感觉，他把这边把它围起来了，然后这边还有放一艘拖船呢，猛猛的有没有？好，这样子我们把它停回去。哦，要停进去，要停进去了，这就是技术啊，技术流啊，是不是？再下去一点，呼呼呼！完美的技术啊，一般人就直接卡在水里啦，帅气哦。直升机是从这边走啊，这边有个直升机的，欸，真的超屌的，哇，欸，还有潜水艇的，欸，等一下我们开潜水艇出去。哦，这边有钱，这边有钱，再捡个两卷。哦，欸欸，等一下，我刚才怎么淹水了，吓死我了，应该是幻觉吧。走咯。哦吼吼吼吼吼，欸，他这个设计我真的很喜欢欸。然后直升机就这样停了。好，这不是我们的重点，我们的重点应该是要去，哎呦，但是我觉得我要弄到水面去了。我们的重点是那个啊，潜水艇啊。我刚才还以为这个是泡澡的地方，欸，哎，哎呦，等一下，等等等等等，哦呦，这才是我们的重点啊！哎，欸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进去进去进去，潜水艇喽！谁家的豪宅里面有潜水艇？谁可以跟我讲？哦，出去了出去了，哇嘞哇嘞，哈哈。直接摔下来是怎样啊？哎，哎，不是，他直接摔下来啊，卡住了。我的，他这边是水有瑕疵啊，那一段没有水啊。我的，哎，这边有一个那个，哎，拖船，哎，我们游过去看一下。这边的海底生态还有这个哦，鲸鱼哦，这是鲸鱼哎，哇嘞，太屌了！这边可以看得到里面的豪宅哎，欸，真的好屌这个，哇塞，这种水底的豪宅，从这个视角看起来也太妙了吧，对不对？好猛哦！那他们根本就不用盖什么游泳池啊，他们直接在这边游就是游泳池哦。超级超级屌！那我们今天的豪宅介绍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们要感谢这些加入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，让阿金变得更好、更优质。就这样。